狂放。點解你而家係極之開心呢？因為可以見到。哇！咁我一定要送份禮物俾你啦，係多謝曬你。咁我希望咧，頭先可能有舉手有唔開心或者有少少唔開心同一般開心嘅同學咧，聽完我依個講座可以咧有極之開心嘅效果啊！咁我哋睇下咧，其實大家即係香港嘅兒童咧，究竟係點樣？其實咧，我哋生活喺香港好幸福噶喎、哦，我哋個社會咧物質好豐富。如果大家咧有之前有睇《科神》，可能有好多嘅。